觉得巩固一下更好，因为回去以后第一天觉得还不错，过了第二天的时候里边还是有点疼，毕竟它里头有病灶在里头，不是说一次就能去根，不可能。因为咱承认咱本身有这个病史，我这条腿是我50出头的时候就犯过，犯过什么，但是不是在里边，是在外边，肿的跟那个乒乓球那么大，有积液。这有这么老病根，这么岁数大了以后又搭上退化啊，上次我也得好完了一下垫了一下，你说就这么一个小工垫了一下，就这么病。对，有病灶，你还有那个病根儿。对，说起那什么，没有啊，没这事儿。当时拍拍还没事儿，夜里就把我疼醒了。这回来我感觉轻着了，又能跳舞去了。我现在的愿望不是说跳舞的事儿，我能说轻轻松松的从楼上像往原来腿我能倒下，正常下楼。觉得费劲，有点吃较着劲，对，还是吃不住劲，还得来，还得巩固。行，行，慢慢恢复是吧？一次比一次好。没错，什么时候叫全好？全好。要钱以后不想这腿的事儿了，哎哎，一上台阶我这腿，我得注意点。那时候一上台阶一车一好了，你就没这想法了，走哪儿了？对，现在看上什么以后老想这腿，就证明你没好。这不是装的。好，谢谢这个林老师。